我夏木，今天要教学再度被杨宗纬唱红的歌曲《我想要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下订阅还有开小铃铛。那我们开始咯。首先把我们的大拇指放在降 B 的位置上，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课程，欢迎按下订阅还有开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喽。